好歹我也是那个新加坡的旅游大使。好，旅游大使，我接待过你的车。从来没告诉我的话，对对对对，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来来，很多年我藏的秘密，来来说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曾经有一年你买了一台新车，然后你刚好出国了，你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好朋友，只有根红跟蛋头，只有雪糕，只有雪糕。对对对，就好了，就是雪糕，然后把那个车开出来，然后你说，哎，我想开一个，让我开一下，这样出了一件事情，是我把那时候我的墨镜放在你的车上，我把我的墨镜放在你车上，后来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的墨镜出现在你的 MV 里面。那不是我的墨镜吗？真的很想告诉你，可是我一直不敢告诉你。多年后，应该有 十年以上了。这就是你开他车的代价。对，这代价我就送你一台送了一个墨镜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墨镜我还记得是哪一支 MV。哪一支 MV？ 说来听看，说来听看，说来听看。啊，那就是你的。对，但是那不是我的。他是在告诉你那只眼镜你不配。对对对，这多年的这个秘密。哎，这真的蛮好笑。因为我在变魔术的时候，其实很希望人家注意。那你不会要变魔术？就是要变魔术。完全意想不到，他能够在吃东西的地方还可以变魔术，我真的觉得够了。哎，好，哎 ，Hello， 借给我一下，我怎么说？啊，吃看看。干嘛？摩西分红海有看过吧？分开。哇！哇，太扯了！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。来喽，请合起来注意。走开！夸张，太夸张。撒野的不对，到底怎么做的？我觉得真的吓到大家。撒野的不对，有一种撒野的感觉啊。哇。哎，老大，真的，我也开始害怕。把你的刘海，求求你，我求你，不要，别。